历史上那些意想不到的老相片，初代的麦当劳叔叔、罗德纳小丑，年轻的爱因斯坦正式发布了他的狭义相对论，同年光绪帝废除了科举制度，而这是老年的爱因斯坦。美国边境检察员正试图把罪犯从墨西哥边界拉回美国，这是2002年的国足，这是现在的国足。微软的第一张员工合照，谷歌的第一张员工合照，